谢谢嘉佑，因为他今天其实身体有点不舒服，然后还帮我们就是跟我们分享这么多事情哦。然后要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2000份联署书都已经签完了，或者拿走了，很厉害，很厉害，真的，记得拿回去要拿回来啊。然后欢迎大家还继续跟我们索取，那这其实真的是蛮，就是很谢谢大家哦。那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个演讲，我们现在请黄国昌。老师又下雨了啦。不好意思哦，好像只要我到的地方，雨就会掉下来。哦。各位如果不想淋了，没有关系啊，找个地方避雨啊。如果有雨具的话，把雨具拿出来。其实大概我必须要承认，我对于台中啊这个城市，我并不了解。我20年前每个礼拜都会来台中，那个时候每个礼拜天就坐火车到台中火车站。来这边教人家怎么考律师跟法官，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早上3小时，下午3小时，有的时候上9个小时的课，早上3小时，下午3小时，晚上3个小时。10年以前，每个礼拜也会来台中，不过那个时候来的任务虽然一样，身份不太一样，在东海大学法律系兼课，但是我对于台中的认识大概就仅止于火车站、东海大学跟草莽。那事实上岛国前进来台中以前，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台中的人很冷漠，台中是人权的沙漠，台中人不关心民主，不关心人权，也不太关心在地的议题。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么多台中的朋友站出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感觉到事实上台中充满了希望。谢谢你们，我们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于我自己影响非常的大。就去年夏天的时候，在立法院里面，朝野的党团，他们在早上11点多，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签下了一纸协议。到晚上11点多，立法院里面的议事堂里面是空的，根本没有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透过议事人员的宣读完成了一个法律的三读。那个三读之所以可以完成，就是早上11点多签的那个协议。完成三读的法案是什么呢？完成三读的法案叫做会计法。为什么会计法的修正，这一个看起来很技术性的法案，在去年的夏天会对我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呢？因为那个会计法的法案，它告诉全台湾社会，只要我有权利，我要怎么搞都可以。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那个会计法的修正草案，在表面上是让民意代表他的特别费除罪化，实际上所有的朝野党团都知道，他们会启动那个修法，就是要放一个大哥出来，那个大哥叫严清标。严清标做了什么事情？他拿当民意代表的特资费到台中非常有名的地方叫金钱豹，用公款喝花酒，
被检察官起诉，被法院判刑，判刑确定，结果这些政客因为严清标有势力，大家都要巴结他，上演了我们民主史上非常丑陋。那天，被逼到了。严清标，严清标的阴谋。严清标的阴谋。这是南城票一流，内乡啊，阿飘到来，南城票到来，老师要穿穿雨衣啊，雨衣啊，年轻标是阴谋，好不好？这是年轻标派的来的。喂，声音可以调大一点吗？调大一点。不好意思哦，我想请他声音调大一点，要不然喉咙会很累的。因为今天早上，我昨天晚上只睡了两个小时，今天早上去法官学院帮法官上课，上了三个小时，下午就赶过来。其实大家哦，真的冷静的想一想，这么丑陋、这么龌龊的事情，他们关在房间里面干得出来，这些政客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光光是这么丑陋的事情，他们都敢这样子做出来了，他事实上是在跟全台湾人民宣战。为什么我说这些政客在跟全台湾人民宣战？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不然你是要怎样？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不然你是要怎样？我们奋斗这么久的民主政治，是要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吗？各位要容忍这种事情发生吗？当大家每天很辛苦的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可以了解，为了家庭，为了自己的工作，其实大家每天都很累。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剩下的时间想要寻找自己一点点幸福，去看一场电影，去逛个街，大家都会有相同的心情跟需求。但是除了这些事情以外，要拜托大家的是，花一点点时间关心发生在自己周遭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些政客是怎么样在操作我们的国家，关心一下这些政客是怎么在践踏我们的民主。只有当我们自己认识到这件事情，自己勇敢地站出来，这些政客他们才会害怕，他们的行为模式才有可能获得改变。有很多朋友在问，在太阳花运动以后，我们成立了岛国前进，为什么要推动公投法的补正？这件事情跟太阳花运动的诉求
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要推动改革，我们不是应该推动整个宪政体制的改革？我们要修宪，我们甚至要制宪，这样才够大气。我在这边跟所有的台中朋友报告，推动宪政公民会议，希望能够透过由下而上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宪政体制当中不合理的部分，是我们的诉求，也是我们长期的目标。要跟各位报告的是说，我们今天站出来邀请所有的朋友加入我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一步一步累积实力，我们一步一步开始创造任何改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我们选出了一群失控的代议士，一群失控的立法委员。这一群失控的立法委员在国会里面做着我们没有办法认同的决议，我们只能够尽量抵御，我们只能够尽量的抵挡他们。张庆忠那30秒的事件，我想不需要再多做解释。即使是在第一次临时会当中，在第一次临时会当中，在2006年，认为陈水扁所提名的监察委员名单太过难看，而号召国民党籍立委拒审的马英九主席，今天他成为马英九总统，他提出了有史以来最烂的一份监察委员的名单，他要求透过党纪贯彻他一个人的意志，这29个人不管再怎么烂，我不需要跟你们解释我为什么提名这些烂人，我是总统，权力在我手上，不然你是要怎样？反正你们关心的，反正你们在意的，永远只有那小撮人，绝大多数的人不关心不在意，我爱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面对目前代议政治走到了这一步，我们说总统的权限太大，我们必须要透过修宪来制衡，我赞成。下一个问题是，这一件事情如何可能？这一件事情如何可能？修宪要1/4以上立法委员提议，3/4以上立法委员出席，3/4以上出席的委员同意，同意过后交付公民投票，不是投票率过50%，而是光赞成的人就要过50%，也就是要900万人出来支持这个修宪的公民投票，这个修宪案才会过。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立法院里面连推动一个修法都有困难，请你告诉我推动修宪如何可能？推动修宪如何可能？推动公民投票法的补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
让那些在国会里面的民意代表，他面对最直接的压力。我们今天在进行公投法补正的联署，我们也在累积人民的声音，我们也在累积基层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我们推动下一步的改革非常的重要。我从2010年开始，我就开始投身追随很多民主的前辈，投身补正公投法的运动。第一个阶段1/5%投票要求提案的门槛90,000人太高。第二部分提案成立了以后，要给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审查，不合理。第三个阶段联署要5%，要900,000人联署，这个门槛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大政党达到过。讽刺的是什么？讽刺的是人民就是因为对代议政治不满，才有必要透过公民投票来推翻违反民意的代议士的决定。如果只有两大政党他们有能力发动公民投票，这个公民投票根本就不是人民的权利，这个公民投票就不是人民的武器，这个公民投票只是政党的玩具。这个现况我们绝对不能忍受。900,000人站出来联署，才有可能可以启动公民投票。到第四个阶段，50%的投票门槛，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公民投票法的束缚当中最不合理的。你必须要有900万以上的人出来投票，正面的命题才会通过，否则就算反面的命题赢了。大家就想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江宜桦他那个时候在核四公投的议题上，他为什么要投的是你是否赞成核四应该停建？他为什么不投你是否赞成核四应该续建？理由很简单，50%投票门槛的限制严重扭曲了，严重扭曲了整个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理。那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只有站出来投票行使权力的人才可以共同的来决定公共事务，躺在家里睡觉的人，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人，出去度假的人，甚至人根本不住在台湾的人，他们没有参与投票，你不能把他们算成反对票。但是我们目前公民投票法50%的门槛，把所有没有站出来投票的人通通都算成反对票，通通都算成反对票。一个最简单的数学，我们不管任何大小的选举，再激烈的选举，你吹出来的投票率最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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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70%。反对公民投票命题的人，他事实上只要动员20%的人背个这个公民投票案，这个公民投票案即使会站出来投票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这个公民投票的命题，我们的公投案还是不会通过。这样子的限制它造成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它造成可怕的现象是让我们大家
提到公民投票的时候都会皱眉头，说那个公民投票是玩假的，说那个公民投票没有用。这样的结果，当大家在情绪上开始讨厌公投，开始害怕公投，最高兴的就是那些在庙堂之上乱搞的人，因为他们成功的剥夺了，成功的瓦解了人民对付他们最有力的武器。针对刚刚那四个整个公民投票现在所出现的门槛跟限制，我跟一群学者在2011年提出了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拿到立法院去，拿到立法院去，请他们提案修法公民投票。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拿那个修正草案去找某政党立院党团的总召的时候，他皱皱眉头说：“卖公车啦，公车不好，没贵啦。”跟我讲这个话的党团不是国民党，跟我讲这个话的党团不是国民党。我们所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所面临最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来的诉求，那些政客不理你？因为你没有实力，你没有组织起来，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各个击破，很容易就被瓦解的。你没有实力，我为什么要理你？我不改公民投票法，我对于你们的诉求视而不见，我下次一样高票当选。就像严清标，他用公款喝完了花酒，进去了监狱，他的儿子继续当选。这就是台湾的民主政治，这就是我们面临现实的状况。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努力，不团结起来，清楚的告诉大家，影响旁边的人，这不是我们要的民主政治。我们要的民主政治绝对不是只要你有权，只要你有势，你干什么都可以。在过去这段的期间当中，我相信各位常常在很多报章杂志的文章也好，学者论述的文章也好，逐渐浮现一个名词，那个名词叫做两岸权贵集团。两岸权贵集团，他们躲在房间里面，少数人正在决定我们的未来，正在出卖台湾的民主。对那些人来讲，台湾的民主被搞多烂，他们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他们继续的待在庙堂之上，待在他们的私密空间，吃香喝辣，过他们舒服的日子。所有的苦果，反正都是你们这群人在承受，我在意什么？除了这一种两岸权贵集团以外，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20年以前，我们说有政治人物站出来讲，有政治人物站出来讲，说我们要扫除
台湾的黑金政治。我要跟各位报告的是，新的黑金政治，新的黑金政治，跨海峡两岸，不是只有财团，不是只有政客，黑道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我相信当我说新的黑金政治的时候，台中的市民听得懂我在说什么。这些新的黑金政治是各位要的民主吗？是我们可以忍受的吗？如果这不是我们要的民主，这不是我们可以忍受的，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竟然容忍这一种新的黑心政治不断的在蔓延，而且是在台中这一种大都会区蔓延。当这个地方是由新的黑心政治在掌控的时候，我不知道，请全世界三个最大的男高音来台中演唱有什么意义？是在催眠大家？是在催眠大家吗？催眠大家说其实我们过得很幸福，其实台中人很有文化水准。我们不必去看到在这表象的后面丑恶的结构。要去改变台湾的民主政治，我知道全体岛国前进的工作伙伴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知道，并不容易，并不容易。我们必须要从社会的基层开始。为什么岛国前进会选择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走遍全国，我们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透过这样的方式宣强我们的理念，告诉大家说我们团结起来，我们一起站出来，才有可能创造改变的机会。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冷漠下去，我们继续束手待毙，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活就会被这些政客彻底的出卖，彻底的摧毁。我们要让那些政客知道，我们这一次是玩真的，岛国前进跟他们玩真的，人民是跟他们玩真的。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做，绝对不是林非凡一个人，不是陈伟霆一个人，不是岛国前进几十个工作伙伴就做得出来。我们需要大家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加入我们，不是为了岛国前进，加入我们是要创造台湾民主政治改变的契机，是要创造台湾民主政治改变的力量。我们第一次到台中来，我们没有发新闻稿，没有透过传统媒体的宣传，我们只有在脸书上面公布这个讯息。谢谢各位今天站出来支持我们补正公投法的联署，加入我们共同改变台湾民主政治的行列。但是在今天晚上以后，我们还需要更多，我们还需要更多更多像各位一样关心台湾的未来，关心台湾的民主的朋友，请各位今天回去。有很多人在问我能够做什么，我们可以从身边的事情开始做，告诉
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的邻居同学，我们面临的状况，把眼睛睁开来，看看台湾民主政治现在真实的样貌，看看在台中市的权力结构，黑金政治，新的黑金政治是如何在控制整个台中的建设，整个台中的预算，整个台中未来以及他的生活。我们今年夏天岛国前进会走过全国每一个县市，台中这边岛国前进已经招募了工作伙伴，今天有很多工作伙伴带着岛国前进的背章来协助联署公投法补正的工作。如果各位认同我们的理念，我在这边诚挚的欢迎大家，邀请大家共同加入我们改变台湾民主政治的行列，我们共同创造台湾民主政治改变的契机。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持续，我相信改革的曙光，岛屿的天光一定会露出来，让我们一起创造改变。谢谢大家，谢谢。好，好，继续好不好？好不好？先今天谢谢各位到这边来哦。那刚才就跟大家宣布好消息哦，就我们今天带过来2000份联署书，已经全部都签完成了。那其实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会一直不断的来跟各位能够有最直接的见面哦。那有人其实都一直觉得岛国前进目前所采取的方式是一个很不聪明的方法哦，但是对我们来讲，其实能够做这件事情，只有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目前的这种方式。因为对岛国前进来说，这就是一个直球对决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赛局哦，而不是会有任何一个比较取巧或者说比较捷径的方法可以走。那我们没有那样的一个念头哦。然后其实今天要来台中的时候，黄国昌跟我说，那个下一场要在那个，他跟我说，找一下正南宫附近哦，就正南宫对面办一场这样哦。那我一定要来，大家一定要来哦，会来的举手。好，那我们正南宫前面见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然后谢谢大家就在雨中还这样子都没有离开，还很多人过来。那我们也谢谢岛国前进的工作伙伴跟所有的志工朋友，我们给他掌声好吗？还有全面罢免的工作伙伴哦，就是他们今天也非常非常的辛苦。还有哲学星期五的摄影，对不对？有一个工作小组，非常谢谢哦，谢谢谢谢。然后最感谢的是大家自己，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鞠个躬，然后谢谢各位今天过来。那希望我们还会在台湾每一个角落再继续见面。然后谢谢大家，也麻烦各位可以继续支持我们，能够继续签联署，然后去说服你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哦，然后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好，谢谢大家。